家好呀，各位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，我是乡村歌手林妹儿。今天林妹儿想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月夜相思情》送给大家。那么这首歌曲林妹儿将用两种声音给大家演唱，希望能够让你们喜欢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是我最想抒发的情。